今天我们这儿气温特别好，十来度。我妈说要去地里边薅草，这不是我跟着就过去。那你坐后边是不是？那我坐前边了。哎，啊，着了。这车没电了，然后我们俩现在去换个车骑。我跟俺妈现在到地了，这是我们家的蒜，准备欧蒜，还能啥买？就欧蒜。就想这个没有公差的，给他叫他公差。嗯。中午了，今天可热。就还有最后一题儿一席儿，啊，还没有整完，那我们俩先回家。下午的时候整完呢？啊，整完呢？那最后一席儿啊？任姐的啊，任姐的。哎，咱能两万能完了？能完了。那我们俩现在回家了。几点了呀？11:50了吧？估计。吃完了就。回家吃完了。就那两钟，估计。中午我妈蒸了大米饭，我说我要炒菜，小吉说他炒，然后给他打一下下手，简单做一个菜，西红柿炒鸡蛋，这样比较快一点，配大米饭也好吃哈。